讲，他说嘟，她是你的家婆的妹妹的女儿，我的表妹咯。她是小三吗？你怎么知道叫小三？我看到你跟一个女孩子一起吃饭。昨天我在国宾店遇到一个女孩子的乞丐，很可怜啊，她没有钱吃饭，我就请她吃饭咯，这样刚好给你看到。这个女的是谁？哦，好像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女人哦。我要跟你分手。好啊，既然你看到了，没办法了，我们分手吧。